早上起来吃这个腊肉包子，今天一天活力满满啊！喜欢吃包子的就来哟。你是腊肉馅儿？嗯。他我妈发的面，可以哦。你哪个说这两天在乡里切也那么辛苦，回来到晚上打包那些这些玩意儿，整得一天到晚上，我看也很辛苦。你爸爸跟我说，你去发个面嘛，你就蒸个包子嘛。跟他说那些娃儿那么辛苦，他就昨晚上过去来看嘛，昨晚上已经打包的蒸过去了，把那些炒那些料炒好的。蒸个干面在搁上去嘛，他就不得把盆一喷了，多包个包子，管它好不看，只要好吃。别个包子在擀皮，你这个是直接是不？那还稀刷刷的嘛？那些那些街上那些，他就不让我私处，一生就只能开到了。不开到才吃哎。看哇，你这啥把味嘛？就是这，看嘛，你这两三根指拇，那两根指拇，三根指拇转了个，那三根指拇在转了。这个面皮我整的不习惯的，最近这两天没啷个去了。晚上就去，白天只要不吃辣子，莫敢吃辣子，你莫讲究他，那我就是把他控制起来。他就是想吃吃。他想吃五天不得给他吃。他吃了就咳嗽哎。对的，坚决不敢吃哈。是。拿个二十块钱的，坚决。这里头有点辣椒。嗯。你们如果是还要吃辣的话，我再给你们炖点辣椒。不要不要，我去年沾点辣，沾水点。看我把你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来，上气。自己扛盖盖板吗？今天早上吃腊肉包子，香得很。包子起锅喽！哦，你看，好漂亮哦！你看你整，你包的那个去整鲜哒，还是可以，我觉得。可以。好，应该是可以。可以。虽然长得不好看，好吃，但是好吃。你妈从来都是撇的是人家做的，好的都是她的，她的功劳。本来她也包的比我好看些。哪个不熟？你过来，我喝。这个蒸，看蒸久了。这个蒸烂了来吗？多少？哪里蒸久了？哎，我今天煮稀饭合适。看，我们今天蒸的腊肉包子，因为我们农村的腊肉哈，肥的腊肉比较肥，炒起来包子。再吃两双就少块。我们就蒸成包子来吃，非常非常香，吃完。吃包子看看，今天那个包子怎么样？你说那个包子是我包的，我吃过了包的包子。那个，你那么说弄？这是哪个做的蘸水呢？我做的。你不是没给吗？你爸爸不要蘸。我不要。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都不喝，你那个。他当我是吧？嗯，可以啊。这辣子香味儿一下子出来了，有点的，大爷，你还想？你还想？嗯，我估计可能有点大爷。大爷大不大哦？你早上搞那个稀饭是一流的。稀饭是我搞的。我就说你搞那个稀饭是一流的，光是。嘿，大清早就是商业互吹吗？你看嘛，光水水我就不敢喝这水水。我就喜欢那个巴坨东西。我就喜欢稍微吃干点，也不说炒那个巴坨。巴坨东西，他说你稀饭搞得好嘛，你就说妈包子蒸得好。嗯。那么多和谐。他从来不得。他从来不得夸你，再好吃都他都可以长倔强出来，他说。你不要包了吗？实话实说，我今天的包子还是可以哦，做不一道。如意麻辣味儿，给他做一点算一单。哦，反正你整的辣子啊，那你就是好，就是好的。萝卜辣的包子要出出，辣子火不大，萝卜火不大。嗯，辣子好，嫩大的火锅。我就嫩大的火锅，你去包啊。嫩大的火锅可能。用辣椒。
那就行了，我就不喜欢你那种的。你那边整那个包不拢，冻那个炒货。嗯，那个皮凉的好吃，没猪味的。不猪味的。没皮的猪味的。皮蛋猪啊。嗯，那说我没听说过的，嗯，我也没听说过。你没听说过嘛？我讲的多。他皮蛋煮了啥子？我们人家过世，我们去帮忙，都全部死了。主要的还有一个，有的是稀的，你煮了以后一就稀，好吃。还有皮蛋是叫皮蛋好吃。在我们农村的早上起来用腊肉蒸点包子。虽然要花点时间，但是吃起味道真的是很香啊。那腊肉就是蒸包子打饼子。嗯，因为那种肥腊肉，如果说你炒起吃的话，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吃的话，多少就有点腻。但是把它剁成那个馅儿，来包包子、包饺子啊，吃起口感一下都不一样。包饺子不放。啊。包包子打饼子。包饺子也可以吧。那好不放，包包子看饼子，就那样大的包子，我们一个人都可以连吃好几个，因为它确实太香了。自己蒸的包子好吃，就吃东西。吃多了长肉啊！啊，这块骨头我觉得。肉长多了好不好的？在街上去嘛，如果是吃个一块钱、两块钱都得了。你看嘛，在那屋里要吃，他们吃几个？你爸爸经常至少干十个。吃了十个不？吃的。你就问他自己嘛。主要来生活一块，早上起来吃几个腊肉包子，今天一天活力满满啊！喜欢吃包子你就来哟。这每个人都吃喜欢的。拜拜。